慧洁在女性年龄认识了比自己大16岁的汪峰，坠入爱河，并在18岁那年为汪峰生下了一个女儿小苹果。只可惜这段感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两人最终分道扬镳，彼此各奔东西，而女儿小苹果则归汪峰抚养。两人分手后，葛慧洁一直跟汪峰捆绑在一起，而且随着汪峰与章子怡结婚，葛慧洁更是多次吐槽汪峰，也是热议不断。葛慧洁之所以这么做，相信除了不甘与恨外，更多的还是因为心中有爱，以至于这些年其总会在某个时间上吐槽汪峰。6月26日，汪峰就爱葛慧洁在微博发文：我终于可以不爱你了，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，放过我了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